如果车上配备了 Ambient Air Package， 在空调系统的操控屏幕中央会设有控制香氛系统的按钮。 Ambient Air Package 香氛套件的芳香剂一共有八种香味，车上同时间可以配备两种不同香味的芳香剂交替使用，同埋可以调节香气的浓度，而香气的浓度分为三个等级。除了可以在 iDrive 屏幕画面中调校香气浓度，亦都可以用香氛系统按钮调校。香氛套件安装的位置在首饰箱里面，按下这块银色盖面侧面的开关掣，就可以拿出并更换当中的芳香剂。